这字幕可不可以大一点啊？眼睛看不到啊。好了，好了，欢迎回到娇的游戏频道，我是娇，这次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《古剑奇谭》网络版这个游戏了。这个是网络游戏了，就如这个你们所看到那个界面所说的，网络版就是与其他玩家 PVP、PK 之类的一些游戏了。倒是说 PVP 也不算 PVP 啦，因为它是一个线上游戏，就跟以前的好像是墨香啊之类的那些游戏是差不多，大致上一样，应该啦，应该啦。我是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，因为前几天看到有些主播在玩了，然后我就看到，诶，这款游戏我国马来西亚办的吗？制作的吗？所以这次呢，我就要支持一下国产东西，国产游戏。好了，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游戏吧，开始吧。好了好了，总之，它的这个就像是那个什么一样吗？就像是一些网络游戏啊，就是从制作人开始啦。不制作人啊，对，是制作人啦，恋与制作人。总之，那我们来看看一下是，它应该是武器是不一样的吧？刚刚那个是大剑，然后这是细剑，然后这个是妙法是什么？我这网速也太慢了吧！这是古筝啊，四命是什么？四命是杖啊，然后咒影是什么？隐遁刺杀，哇，镰刀哎，好，我就要镰刀好了。辅助啊，可是管他呢。好吧，这个要怎么关掉？哦，这个，还说这个，这是长枪啊。这是大刀啊。OK，好吧，好吧。我就拿一个辅助，不奶的输出好了。好了，但是选男生还是女生？但是选女生不是吗？大家都是这样啊，选女生优先啊。哦，捏捏，捏捏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了。好了，我开始捏捏好了。捏啊，哦，脸部参数啊，对，这样就对了。哇，很细腻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来吧。好了，脸小鼻高脸大，眼睛，眉眼是，哦，从这里调比较快啦。眉毛我们要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温驯，不是吗？如果是调下的话，就看起来比较凶啊，就调高啊。然后这样子不是楚楚可怜吗？不是吗？然后眼睛上下中间呐，眼睛要中间呐，然后眼睛要最重要是有大水汪汪大眼。哦啊，对，这样子，靠拢，不能开太过靠吧，太过靠就明显不好看了。鼻子，鼻根要高，要宽，要深，对。然后要凸一点，是不是？旁边看的话，这样就很有那种外国人的 feel，是吗？大家都喜欢外国美眉啊，不是吗？我也是喜欢外国美眉的。鼻梁要高啊，鼻尖 OK 啦。鼻翼哇，鼻翼要轻一点。这是嘴巴的话，嘴巴要上一点啊，这样子。然后要嘴唇要小，然后要下一点，像是楚楚可怜啊，不是吗？嘴唇要小，这个要厚一点啊，厚一点才有女人味啊。然后这个要凸一点，嘴角要微笑，嘴角要上扬，这样才是女人，是不是？
厚一点啊，对才对啊，厚一点。我大家都比较喜欢那种飘逸的长发，不是吗？大家都喜欢飘逸的长发，像这个这样子，不是吗？还有什么其他款式吗？双马尾，我要成为双马尾。双马尾好了，我要成为双马尾啊。然后就到我们体型，体型也是很重要。除了脸以外，我们的体型也是要注重一下。我们要矮一点，矮的女性会比较受欢迎。然后我们要微胖，微胖一些，微胖。现在比较热门的女性造型就是比较微胖的。头肩要小，这是颈项要小，这个也要，这个是哪里？这是肩膀要小，上身要大一点，是不是？上身，这样子看得出比较有肌肉，就是可以保护男生，是不是？腰细腰不是吗？细腰，然后要长，然后要大，屁股大才正确，不是吗？然后双臂要短一点，双臂这个 muscle 粗一点比较好看，是吗？然后这个也是要粗一点，然后手部要小，这样子男生握起来才会比较有满足感啊，要小。然后大腿要长，要粗，小腿要长，要粗，足部要小，这也要小，好吧？自古女性一朵草，来自现代一朵花，是不是？很有风度啊，不是？嘿嘿嘿，哈哈。好啦，我们进入我们游戏吧，捏捏不要捏太长时间了。好了，开始了。三十年前，是黄陵魔龙封印松。三十年前我还没出生呢。四方妖邪横行，感觉三十年前还离距离我们很近。我这画质，这是我吗？这不是我，我没这么丑。我没你这么丑。哇，他这个全部都做成 PPT 了。哎呦，这动作不错啊！哦嚯，会有！虽然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可是觉得很帅。明剑之主，即便如此，秦陵封印终不复昔日灵位。我又变成七龙珠了。未结束，我要祭满七个从龙珠吗？哎，这突然间的吗？哦呦，这是我吗？不，这不是我。遇见。哦呦，这个是白色小内裤。今天到的真早。那当然，这回秦陵之盟来我们看华山，咱们可不能失了礼数。失了礼数。看，他们来了。他们来了。坐飞机来了吗？你们不知我们当中谁能从三爷的剑心里取走一片呢？
这里真冻死个人了，看来要救活那剑仙还是得靠我。哎、欸，旁边是个，这是小宠物吗？姐姐，好久不见，你们看，我也当上司命了。果油，果油，果油，在下来迟一步，大家见谅。来迟一步，主角都是最后登场的，这是我吧？哎、欸，这不是，啊，对，这是我。主角都是最后登场的，吹一个口哨，像个小狗一样爬过来。听说下一次的秦陵之变又快要到了。到了，到了。嘘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哇，你们一开始就会轻功了吗？哎、欸，我还不会，我还不会轻功啊！我现在是等级一吧的、啊，没有啊，我会啊。登场方式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轻功都是落爆了。三柄名剑的地方。这是哪里啊？蔡剑山吗？蔡阳山吗？古剑奇谭网络版，可以开始了吗？这游戏应该可以开始了。自由了，不是？开放世界的不是啊？网络版的不是吗？模式下，鼠标始终显示。旋转视角时，需要按住鼠标左键或右键并拖动。适合需要频繁操作界面。动作模式，传统模式下，传统模式，动作模式，传统，动作，传统，传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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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动作模式下，鼠标隐藏，移动鼠标即可按住键盘上。我已了解。向前走吧。那个字幕好小 ，Kiki， 真的，我真心可以调大一点吗？只可以这么。这么小个的字吧，好吧，来吧，开始了。哎呀，果然选女生。哎，拨动鼠标，按住键盘上的 W 键，向前走吧。哦，这是气功。哦，代表有委托可以接取。委托，果然走还是要 W 吗？子都先生，子都先生，我嘛，你是先生吗？要给好，等此处事。拜见长老。果然，不过要进剑胆时，看到我的肌肉没有？去前，还说没有这么容易接受委托。按住 W 键，跟着标记指引继续向前移动。哇，轻功！哦，等级一就会轻功了吗？幸好我体格健壮，一手就可以慢慢这样攀岩。看到我的肌肉没有？一开始果然是还是要做任务啊。是当前委托需要交互的目标。按 F 键。按 F 键。交。哦，然后我一个个键去哪吗？不是啦。那、哦、还有啊，还有这些虚拟就不必了。虚拟什么虚拟？最好是虚拟，这是真理，好吧？靠近剑台，按 F 键。F 键。感应。有劳真人了，
然后呢，会发生什么吗？到现在我还没打怪啊！我能打怪了吗？我不要看自己剧情了，好不好？你让我开放世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点击鼠标左键，使用明烟斩攻击目标。明烟斩！哇！玄月斩是特殊技能，消耗气力施展，对前方直线。你也能看见这些幻象？显化稍后再说。他的攻击有点。有点乱。你就是 boss 吗？走位。哎，太垃圾了你！哎，最后他把我打赢了，为什么我复活了？心性倒也坚韧，你莫生气，我这就将你回气停息之后。F2打坐，哦。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是 NPC 来的。最后生还者，尸骨纷飞，包括三位建筑在内，他们皆丧生于不朽军团的守护者魔龙疗杀之手。这些幻象，全因我心念而起。哦，若也是我等的人，何等要挟？我乃剑心残片，借些许残存灵力与你相近，并引你。你可愿驱走我一心碎片，从此以心为剑，继承主人未尽？我才不要继承。很好，我说我不愿意。去吧，去将我唤醒。我不要。为什么把你唤醒？我只想好好的过我的人生。伸手，不要。三把剑，要我选一个吗？小孩子才做选择。那他现在还是没有到那个开放世界啊。我想镜头。哦、oh, ，OK。我来控制腾云驾雾七号，你用这门落火龙鳞炮拦住底下的妖怪大军。就这么简单的吗？镜中囚禁了大妖黄羽。我那个 HP 我才这么低呢，二等的呀。应该知道了，下一个场景就直接可以开始视野活动了吧？我不要再听这些人讲话了，好不好？不想再听他们讲话了，听他们讲话就用了我30分钟了。可聚四方浊气，正所谓以浊克清。我就可以直接按着左键罢了。哦，石巨人，
们要打石巨人，我们不要打那个没有卵用的东西的。F 东西呢？掉的东西呢？哦，在这里啊，这是我的吧？是啊，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个什么游戏啊，按 F 捡地上的东西啊。这是回春丹，可镇痛。回春丹。这是回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你呀、啊。回春丹的意思不就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吗？最生龙活虎的时候啊，最精力旺盛的时候啊，打着打着怎么来打僵尸了 ？L4D 吗？你跟上我，不是跟我上吗？哎、欸，跟我上又是另外一个意思、啊。哎、欸，大哥。我看你的刀砍了这么多下，最后一下才打到尾啊！打一个僵尸兵，你用了这么多 MP 做什么？打一个僵尸，为什么你要开大招？我没事。你眉心隐有黑气，怎么会没事？你不能再走了。是啊，你 MP 低了，你没有 MP 了。休息，不要管村外那些中毒伤患了。你会不会听我的话？当然不会。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好，青儿，放心，等我回来。你是立 flag 了吧？等我回来，我们就结婚。情势紧急，我先走了。不，不，我是墨者。墨者，那把剑，我不能。等等，哪怕再多给我一些时间，再一点，再一点点。青儿，你回去告诉父亲大人，他要的东西稍后就到。炮仓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炮仓，你快回来，我们要控制不住这个家伙了。然后就拿掉这把剑。他拿走了清晰翼，那是打开我家岩甲锁的必要。好藏，站住！按 T 召唤。哇，飞剑！哇 ，OK， 飞了，这是飞行器啊！哟、冲刺！哇、哦！哦！当时当账号下任角色，结束免费游玩，所以这个游戏。是要充钱才能玩的，所以如果这游戏是要充值才能玩的话，岂不是吃相有点太差？哎，变坏了这个。那个机器人根本是没有卵用。二打一不是好吗？为什么你要跟他单挑呢？别贪玩了，快拿剑！无名之剑，你别碰他！
浩苍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天星呢？神农神木能否挡住伏羲神剑的一击？不好，闪开！爹，浩苍大哥，你……幻月木被我重创，父亲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完。父亲，这几个人不知死活。父亲那是谁？以后多的是机会，慢慢收拾。你这样子不就是给好人一个机会把你打倒了？先随我一道修复幻月木结界。不要再咳嗽了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所以这次的这个古剑奇谈就先玩到这里了。之后呢？我再看这个这款游戏要不要充值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的，它算是还可以啦，还算是不错玩的一款游戏啦。最主要的还是国产游戏啊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，就大家可以先去尝试一下，然后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入手这款《古剑奇谭》网络版了。好了。我们这次的试玩就先玩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佳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